坏了，这个笼子给我让我掰断了。闪电，花饼，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条夫。天傍晚了啊，喂狗。昨天大家也知道啊，昨天因为旋风食欲不好，说我今天给旋风进食了哈。然后今天看一下旋风的状态吧，走吧。是吧？打开，打开。今天的主餐是头盒，旋风馋坏了，来个玩，看旋风馋的。这大胃王的吃起东西来，确实是嗷嗷快。翠花的进食的速度哈，相当快的，你看旋风啊，旋风急的，急的不行了，看旋风馋的啊，馋坏了啊，旋风馋坏了，哎呀，急了有点发疯，跟谁都有。看旋风的状态，要不给他一点吧，给他一点，我都有点不忍心了，看他今天食欲怎么样，行不行？看旋风今天食欲怎么样，然后咱多少给一点吧，你看他馋的样子。好了，来给他搞一点，来。今天能不能好好吃？能好好吃，你还给啊？不好好旋风今天呢表现稍微正常一点啊，本来他平常吃饭就这样的，吃东西不快，但是你要不停的吃啊，吃饭啊。其实给狗增肥哈，不是说吃越多是越肥的，然后控制一下这个食量的多少也是一个
非常难的问题，主要是你能控制它的食量，让它吃的够多，然后它的肠胃还能消化，能接得住啊，那它才能胖。如果说吃的太多，这条狗的消化呢成了一个问题，肠胃接受不住啊，那就不好办了，那就不肥了啊，只能说越吃越瘦，越吃越营养不良。咱们旋风的正常食量，你比方讲是5斤，是5斤的话，如果说每天给它6斤的话，它不是说吃了6斤它就一定能比5斤还要胖的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啊。不是渴着吃使劲拽它就能吃，有很多老铁，还有这个，我刚听说一个老铁说家里个狗不肥啊，它掰开嘴往嘴里塞，哎，你那办法那可以哈，那狗只能是越喂越瘦，越喂越有问题啊。旋风今天，还给不给？不给的吧。旋风今天就不给了哈。然后这样让他稳定一下，明天再给。不能吃太多，吃太多的话也对于增肥没啥好处，没啥用处，是吧？对，里边有两根骨头，猪骨头还是猪骨头呢？我大骨头。旋风可以了，今天表现可以啊，明天适当的给它增加一点点，好了，吃完了，翠花早就吃完了，还意犹未尽啊，把盆舔得干干净净，这就是翠花。旋风，好了，喂一下别的狗啊，给芭比弄点。今天旋风表现不错，然后咱们明天继续看旋风这个增肥计划，给他的饮食哈。好了，今天到这儿，明天再见，拜拜大家，拜拜。